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。愿以色列借我们因做他的主欢喜，愿锡安的居民借我们因我们的王快乐。主，我们的心只向你赞美，我们天天都要来歌颂赞美你。神啊，我们要开口，我们要发声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要举手，我们要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，我们的王，我们天上的父亲。Thank you.
里面，在啲逆境里面，在啲幽谷里面，主啊，我哋都会成日吓自己嘅，我哋都会惊一餐，担心一轮。但神啊，你话我哋只好找住你嘅应许就可以啦。你有好多嘅恩典啊，我哋捉紧你嘅恩典，捉紧你嘅应许就可以啦。天父爸爸，你话我哋可以唔需要自己再吓自己。天父爸爸，求你咧让我哋经历我哋喺祷告里面嘅释放，让我哋今天经历喺敬拜里面嘅医治，让我哋今天经历我哋喺赞美里面嘅奇妙嘅果效，向你支取能力嘅同时，都向你卸下重担，知道我哋喺天上嘅爸爸，你而家与我哋同在，冇任何嘅困难能够让你去撇下我哋，冇任何嘅困难能够隔绝你对我哋嘅爱，所以主耶稣啊，我哋嚟赞美你，我哋一心一生都只向你赞美。
哋感到如此嘅满足。唯有你嘅爱，你嘅话语，完全能够满足我哋心里面嘅需要，滋润我哋嘅疲乏，滋润我哋干涸嘅内心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父啊，呢刻我哋要嚟寻见你嘅面。风霜里配感干涸，我
燃起来的狂风之处，你会掌舵。
星星闪耀。在一个平静的海浪上，有一只船，这只船坐着耶稣、彼得和其他的门徒。在船上行驶了一段时间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：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就是忽然刮起大风，忽然起了大浪，没有办法预计的情况。你
仰望这个救活我们的神，宣告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神，是我的依傍，在我无助困苦中，你坐石边擦汗，是我磐石与拯救，是我高台与诗歌，你体恤我，你保守。感谢你，
感谢你，你能够让我哋靠住你嘅名，你去宣告，你去征战，喺每一次嘅风浪里面，我哋都能够得胜。主啊，多谢你喺世界里面，我哋见到你系我哋嘅盼望。喺世界里面，喺困难里面，我哋知道我哋可以因着你得胜。主啊，感谢你。Sí.
So
一切都献上，是奉主的圣名，Amen。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俾我哋嘅主，愿主祝福大家。